我今年83岁，朋友戏称我是老顽童啊。第一次在梦想社区啊，不是很熟练，刚刚绑好就摔下来啊。好在没有怎么样，他也吓不怕你，有什么办法？你说气不气嘛？以前怎么都让他自己去呢？后来想一想，不对。还是要跟着他去。他常常跟我说，人活着就是要快乐，要乐活。到现在即便都已经80几岁了，他还是那么乐于把这种欢乐跟热情跟生命力带给别人。有一句话说，不知老子将至也，不老顽童傍财神，手抱元宝提龙灯，高跷彩阶我拿人，年近古稀早童真。